这是我的那个义卖的作品，是我至少一张小件作品。基本上这样的作品比较算是一个比较抒情的小品。然后你最近就爱的阳光山创作，你看到了樱花的感觉，想把那样的感觉表现出来。我是参加这次申请我宝贝爱的礼物的热爱的艺术家刘玉柔。然后我这次作品创作理念其实是借由就是小时候对于卡通里面有一部叫做萤火虫之墓的这部卡通里面出现的这个卡通。这幅作品是特别为了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而绘制。那我绘制的主轴大概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背景其实是一个星空或宇宙。那星空跟宇宙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奇想跟幻想，而且是它非常多的变数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象征我们人啊，在一生里面它有很多种选择，或者是不一样的变数存在，我觉得这蛮吸引我的。那会注意到这里有个灯塔，灯塔其实它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方向的引导，所以这幅作品我把它称作为引航。那主要就是在讲，家长总是希望小孩子的发展都是顺顺利利，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波折，健健康康的，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引导。那这个灯塔就感觉像是家长的守护，然后让小朋友在这个浩瀚的银河里跟奇想的空间里，它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很好的方向性。然后付出你的爱心，把这个作品，这些有爱心的作品带回来。